皮皮进气方式分两种，一种就是这种小气房，另外一种的话就是这种大气房，然后使用专业的充气工具连接充气，就是充满以后，然后把这个盖起来，这样就可以。然后这个一样的，把这个卡上去。然后这个大气阀的话，就充气就比较特别快，因为它进气口比较。